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制作人安德鲁。今天一早呢，我要遛狗的时候，就发现了这个情景。怎么了？去尿尿好不好？你走路好不好？走。你看，他就是这样不走啊。于是呢，我想到了，我要来使用这自然的声音，看能不能唤醒他，让他离开这个床。我现在播一些抒情的音乐好了，看他会不会有什么反应。他反正更想睡觉了。你不想听这首？你看他现在就是揉成一团，谁都没办法叫醒他。看来中心的对他是没有用的，那我们来试一点比较激烈激昂的音乐看看。起床了，起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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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起床了，还是一样无动于衷。有反应了。起床好不好？起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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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好事，毕竟他现在已经头抬起来，那我们这看。最后手段就是放一些金属音乐，看他会不会直接被吵醒。起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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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床。他看起来有精神了。为什么不起床？你为什么不起床？有那么好睡是吗？没关系，我还有其他方式，我们就来看看他会不会起床。接下来我们就拿这个吉他，这个最自然、最纯粹的声音，看他会不会被这个声音吓到起床。你看他看到他就怕了。我才弹一个和弦，他就已经离开了，可见狗狗好像会怕音乐的声音哦。刚刚我从他的床这边弹吉他，他躲到了对角线这边。现在我把吉他拿过来了，他又躲进去了。那我现在来看一下，如果我把吉他拿过去，他会不会直接起来？走！哇，他真的会怕。如果我现在把吉他放在他床上，我就他要气死。远离你，远离你。好了，既然我目的又达成了，我已经成功的让他起床了，那我就快点带他去散步、尿尿、大便，以防他等下又回到床上睡觉。我今天这部短短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拜拜。以后如果狗狗在家赖床的话，大家知道拿什么了吧？